大家过车，因的主题叫做“龙来吉庆，妈祖来祝福”，希望大家拢会使健康平安，来桃园大家拢走来。咱的蔡老师会使讲呢，徛伫咱上顶面一个遮，代表着咱的妈祖，会使讲是真人来扮演，到底着咱龙来吉庆作为主要的目的，希望着咱的小龙主要的主题。非常感谢咱的北港大旗火车来到现场，展现阮们北港在地传统、更加趣味的热火车的展现，各位热烈的掌声！
感谢来自我们云林北港的大义阁车，刚刚具有我们台湾的特色文化。接下来要来准备为咱登场的是咱台湾专业优秀的表演团队，常常咧拢邀请到咱全台湾，也是全世界演出的舞剧剧团。舞剧剧团的团员大部分拢是舞蹈，也是武术、杂技，咱顶顶的一个演艺人员。希望讲会使来发扬创新，推广咱台湾传统民俗表演，也着创新传统少年数理科技的多面上，走向国际舞台。即马咱就一个破声，有请舞剧剧团精彩演出。欢迎舞剧剧团正式开始表演。